这怎么办？等一下啊，来来继续，继续猜拳选对，继续啊，没有了，不用猜，就是刚刚是你候选嘛，那你先选，就再一个，再选一个，再选一个，喂，过来这边，我没有分身哦，你就一个一个人而已。再选一个，你再选一个，再选一个，来，好过去，然后换你选两个，再一个。女生通常都是这样才选到的，这个很厉害。啊，那个，那个。好，过去。来，换你们两个，换你们两个。要选两个，是他们两个。在录影哦。哎，怎么少一个人呢？从红思远，红思远去打网球。啊？你那个红思远去打网球，我把他叫来了。我去叫他。去叫回来，去叫回来了。网球没那么重要。没，他已经去叫了。奔跑的。好，你叫两个吧。然后你们叫两个。梦晴，梦晴，怀安，过去，快点。来，换你们叫两个。钱都没有。二。来。一然后一个就是你的啊，思远。有没有思远？你要思远还是他？思远，那思远过去。啊，二四六七嘛，二。我又不知道你们玩什么。不知道，我玩过了，乖，我怎么是鬼？你要跟我讲。如果找到娃娃，天草娃娃，天草娃娃，而且要天草。如果娃娃找不到，就先找。没有，天草娃娃。我问你去啊。是因为他们要把东西先藏起来。对对对，真的。如果他们要把东西藏起来，而且他们想要去抢锅盖，里面的都可以，不能抢锅盖，外面就是界限。就界限你就死了。这个司令台也是不能跑，这个是后面司令台不能跑，前面司令台可以跑。然后你们先注意听，看到有抽到黑桃二，就赶快闪。你有没有其他一下？但是如果是要找啊，那如果是徐正而已，不可能啊。哎、欸，不能看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没有。林子怡跟那个游泳池，你们两个，因为你比较好。没有啦，谁要找啊？就是找。好，比较快的去抓人啊。反正看到比较大的。那你们要比大小啊？你们还是要。我觉得好慢呢。我100公尺，我100公尺1分钟哎。好啊，那你们两个都。你用走的。你在录影吗？哎哈喽哈喽，你好吗？牌是什么？只要告诉人家牌是什么，或你比他大，这个都算冻结，都算死掉、哦。不，你们粉红色在那边过去，因为你们这样子会看到人家的牌。OK， 来，按照顺序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随便你们抽的，我不知道。先盖着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擦，先盖着。先盖着。工作人员，来把他的牌盖着之后带开。好，带开。哎，现在老师说先藏着。放开之后才可以。老师说先还。先藏着啦。先藏着啦。哦，二号好藏着。哦。先拿起来。对。快点呢。好，连环，那你要直接冻结啊！对，我来，刘翔拿来，我第一关，那个陈玉强，你们在这的，第二关请你们在这的散开，继续散开，工作人员散开啊！回来，小哥，瑜伽，瑜伽，如果是没有我拿这个，排队，来，强迫换牌。太假的。抽一张，快点，等一下还没。其他人没事的离开。快点放进去。好，不可以讲哦。为什么要换你的牌？梅花三的，还叫我去抓了。
等一下，得到一张无敌卡，30秒内可以杀任何。去，娃娃找完了吗？为什么？甜品卡。好，靠！好，去找老师吧。啊！抽到一张烂牌。快去找老师！去找老师。哈哈哈！谁家抽到一张甜品卡？甜品卡。甜品卡又不是你，是啊，他不是说全队呢。陈伟霆挑战，好赢，好了，宏伟，放卡，鬼牙奖，老师，鬼牌是什么？还没有鬼牌，几个鬼牌？好猛哦！好猛哦！好大声！对决，拿你的车，我要去换牌吧。可惜呀、啊！太可惜。有人。不过每个人的牌都点了。还有3分钟。那我要不要暂停一下呢？还有3分钟。我变拿出来都可以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姿势要出来。30秒，边大便边睡觉的、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你也要来呢。所以这里输的啊，一胜一负。没有没有，那你是在输的啊。这大不出来会哭就对了。表情要看前面，看前面。给我表情好不好？都没有表情。大便是硬的表情啊，大便出来了。这个赞。我都没有那种大便。开始了，做便秘的样子，大便。对啊，那是闹赛的，闹赛快点啊！那闹赛很高兴的样子，有没有？你上次也不是这样输，对啊，你有，你输了啦！我是等一下的事情再说了。输了，你俩也要。哦，俩也要。我先回家了，再见。我是来宾呢。他也是来宾啊。你们三个做贱人，不，做贱渣不行啊！三个。输了。哎呦！都做王成，有十，哎，13、15、16、17、18，我要全部都没了，其他都有。二十，我20了，我也忍，好恐怖，假动作，亲爱的，我们下辈子再一起。大家鼓励一下。分手了，别帮我说好不好？快点，人家刘一伦在看着呢，你快点呐！刘一伦，快点，男生大气一点好不好啦？你有没有带爸？快点啦！带以后就不用我的，我讲完啦。没有听到，老师都没听到，大声一点。没有，你这是不要插话，走开，他们两个事情了。快点加油！太帅了，你太丑了。这个挡住了啦！我需要看
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放下，快点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亲爱的，我要再爱你一次。快点，听我的，赶快啦！啊，陈队长，原本你是什么？换别人。人生看你过来，要是跟他说对不起，过来，下辈子我还好爱你哦。我都还没拍到耶，再给我一次，哥哥来，哥哥来，哥哥来，快点来，来啦，来，来，来，我们就过去看的。好，我们就在看呢。亲爱的，因为我爱你哦。哇！